单。然后我们现在又在阿里山游客中心的路口这里，可是我们今天没有要去阿里山哦，我们要去玉山。对，我们是从嘉义那边出发的。那因为如果从南投那边上来的话，会有道路管制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从嘉义这边上来。那上来呢，到了阿里山游客中心的入口这边有个 7， 我们就在这边做最后的补给一下。好，今天会住在东埔山庄那边车宿。嗯，对，因为我们没有订到东埔山庄的住宿，所以我们就会住在东埔山庄那边的停车场车宿这样子。嗯，好，好，那我现在去买东西。你的饼干都蓬起来了，果然是高山呢，每一个饼干都好蓬哦。这里就是卡卡家哎，游客中心。对，很多人在这里测试哎。我们现在到塔塔家的停车场，好冷哦！赶快把衣服穿起来，现在快要5:30了。哇，这里就有这种树哎！我们准备来搭帐篷了。好冷哦！变冷了。赶快拿我的衣服。开始要搭帐篷了。今天晚上最冷吧？明天早上也会。对。哦，好温暖哦，穿上袜子光。对、啊。正前方对是洗手间。对，我独立卫浴。哦。那我们明天要开去东埔山庄停车场，刚要是要干嘛？就停在那边。从那边出发吗？对，登山口在那边。哦。这里是游客中心，那边是登山口。哈哈。等一下要去东埔这方面。现在 Jeff 在帮我们用我们睡觉的地方，对，他热热的啊，跟 Jeff 出来都不用担心，嗯，他们很照交通行程路线，还连睡的地方，嗯、跟睡袋、床垫，然后他们睡帐篷。你的后面好像日出哦，就在我们停车的地方旁边，这有个水车，对，看一下男生的地方，男生厕所。对，刷牙洗脸很方便。对啊，还可以配着满天空的星星，亮星星超多。对，好冷哦。我刚刚在 7 本来还买了一大罐水，想说可以简单的刷牙洗脸。那我们是停在塔塔家的游客中心，所以不能搭帐篷，不能搭帐篷，只能睡车上。对，所以我们刚刚要把帐篷撤掉了。对。好冷啊！然后我们现在是在玉山国家公园里面，然后在国家公园里面不能搭帐篷，因为东西不能落地。他说不能落地啊，所以如果是在13.5公里以外就可以搭帐篷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只能去车上了。结果我们现在在东埔山庄这边。对，我们本来只是要来泡泡面，然后他说有人退房，所以有5个位置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住东埔山庄。耶、yeah, ，就这么刚刚好。我看你可以洗澡，满足你今天的愿望。我本来就没有要洗，我在家里洗过了。耶、yeah, ，东埔山庄哎、欸，酷。酷，有电啊。对，真的可以充电，太棒了。因祸得福。哇，第一次住山庄。你看那边有热水机。赞啊！哇，这里好赞哦！好，那我先带你们到你们的床位。好新哦！寝室的最前面跟最后面也会有插座。好，那背包不能带到寝室里面，贵重物品带着就好。哦，就是因为担心大家整理行李互相干扰。哇，很新哎！14、16、18，好，从这边开始。14、16、18，好，寝具都有更新消毒过。如果担心被隔壁干扰，但是你们应该没这个问题，因为今天上铺应该就只有你们。对。那当然，如果你们还是有担心的话，那可以那隔帘都可以把它拉起来。哇，赞呢。好，那这边也有插座可以使用，但是公用设备不要把它拉掉 ，OK 吗？好 ，OK。嗯，那先生，待会再麻烦帮我提醒一下，然后这边产生的所有垃圾啊，都必须自己带走，因为这边没有提供垃圾桶。嗯，没问题。我们很大的床位。对啊，好棒哦。
6:30有接驳车，对，末班车。但是我们3点就要出门。对，因为我们是单工，所以我们会早一点出发。它这里东浦山庄有价，其实那个床位是400，然后有交通接驳车，单程是100块。我们是3点要开始登山，所以就没有交通车。有点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很。如果超过5点的话，就要电话打电话给这里，请他派接驳车的话，是一个人是150。嗯，加班车。对。那我来去看一下东浦山庄的里面有什么。哦，这间化妆室，这也是厕所。哦，然后这里有热水，热水供应时间在这里。然后哦，浴室就2间，洗澡的地方2间。那再过来就是男生女生的化妆室，哇，好大间啊！然后这里有一些洗锅碗瓢盆的地方哦，非工作人员请勿使用炉具，可以洗自己的东西。然后哦，有冰箱，还有烤吐司机，哎，还有烤吐司机。等什么？没有了，但这里没有提供垃圾桶，所以自己垃圾要自己带下山。对啊，这是晚餐。这是我的晚餐。最近爱吃的这个绿咖喱泡面，这是我的牛肉面。加上这个豆干肉干。今天先吃了一颗丹木斯，然后明天早上再吃一颗，对，预防高山症。是晚上8点，我们要准备睡觉了，然后2点要起床。对，晚安，等一下，晚安，准备。要设闹钟吗？不用吧。那谁要叫我们？隔壁的会叫我们。你问他。我们睡到明天早上9点。早安。早安，现在2点52分。我们要准备出发了，在这个停车场对面，这边有个小入口，我们要从这边开始走。这是登山口了。这边还不是玉山，是登山口。正常来说可以坐接驳车上去。因为我们的时间太早了。没有接驳车。白云山庄登山服务中心。开始了。我确定了，我们现在心情